注意互联网营销研究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怎样在 YouTube 的频道添加现在看到的推荐视频。首先，点击右上角的头像，选中 Your Channel。找到 Customize Channel， 点进去。然后就可以看到添加推荐视频的区域了。点击 Feature Content 推荐内容，找到你想要推荐的视频。输入视频的标题，点 Save 保存，然后再点 Done 完成。我们点左上角的 My Channel 来看一下效果吧。接下来给大家演示怎么修改推荐视频。点击右上角的头像，选中 Your Channel， 找到 Customize Channel， 点进去。最上面的一栏就是频道的推荐视频了。点右上角的铅笔，然后点 Edit， 找到想要换上去的新视频。输入视频的标题，点 Save 保存，然后再点 Done 完成。点左上角的 My Channel 就可以看到更改完成的效果了。Can you guess?